我跑不了，敢在地火的地盘上撒野，你们几个胆子不小，还不快走？恐怕这事儿还没那么简单。 规矩的家伙，刀尖子才是硬规矩。我可没说过要你帮忙，但你看起来似乎很忙，速战速决吧，不要没命了。别放过任何一处破绽，试试看这招如何。看来这就是最后的漏网之鱼了。 上层去的可别在这里拖我后腿，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，就是的幻影。